鸡毛鸭血，现场没有鸭血啊，鸡毛蒜头，蒜皮，对吧？蒜皮，蒜你个大。在剧中饰演傻里傻气的办案刑警，台湾当红男星徐光汉日前低调入伍，还是掀起不小骚动。军中还因此下达不能要签名、不能合照、不能要他使出招牌摸头杀等三大禁令，一举一动也引发讨论。有网友在 D 卡上发文说，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偶遇徐光汉，开玩笑说现在签自愿役还来得及吗？有人说看到徐光汉美人尖，很明显戴着透明眼镜，私下和他聊天蛮好笑的，甚至有人被徐光汉撞到，他还主动道歉，很有礼貌。不过有同梯说看到徐光汉好像吃不饱没补到菜不开心。对此内政部替管中心指出，成功岭餐厅是以个人所需分量供应，如役男有不饱足情形，各种对接会开放自行补菜供役男食用。针对徐光汉同梯透露徐光汉用餐时似乎吃不饱讯息，应属误传，经与役男确认已适应团体生活。今年徐光汉演艺事业横跨台日韩，拥有大批海内外粉丝，尽管已经低调再低调，但军中生活还是备受关注。明新闻总不到。更多精彩新闻，请下载 APP 订阅《民视新闻网》。